顶级皮革之一 CEPA 打火机。Hello 大家好，今天又来给阿恒机器了。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是杜鹏的 L1 大号，非常稀有的绿色 CEPA 打火机。那么 CEPA 呢，属于是顶级皮革之一，应用最广泛的种类有水尾 CEPA， 其次是奈露聚 CEPA， 就是所谓的非洲丝了，还有一种就是太库 CEPA。特殊品种的 CEPA 呢，有凯门二 CEPA， 像这种 CEPA 皮质较软，制作在打火机上手感舒适，耐用高档却有品味。在 CEPA 加工时，原汁原味保存 CEPA 背部独特的纹理方法，把 CEPA 褪色之后再染色，重新调节 CEPA 的颜色。一些最高级的皮具里面才会用到这种 CEPA。 那么最顶级的 CEPA 呢，都在意大利，像法国杜鹏这种百年历史品牌用的都是意大利 CEPA 了，选用是最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机器的表面上工整的鳞片排序着，中贵又奢华。这么有品味的打火机，你想拥有吗？欢迎评论区留言。